啊，再拍点新闻，我今天就完成任务了。这次一定要拍些有趣的场面。斯皮克，你这鼾声会惊醒所有的邻居。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没打鼾。那是什么声音呢？不知道，反正不是我。又是路易，这家伙，快掩蔽伙计们！快给我报纸！你这个笨蛋，灯在哪儿了呢？找到了什么，亲爱的老娘？我在报上登的声明就是这个，伊琳娜·图维格荣幸的声明，他的儿子杰克·图维格，他今晚将被恶魔党吸收为一名正式的会员。祝贺你了，图维格，你的骗术可真高明。罗比，当奎勒宣布我为恶魔党正式成员的时候，看你还说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你的监督官。等到了那时候，你得证明我做完了计划上的坏事。我会的，只要你做完了那些坏事。对的，计划上的坏事你几乎都没干，你今晚可没法交差。我想还是在牛顿杰米克身上打点鬼主意，做一件令人恶心的坏事。可是听老娘的话，图维格，快去，不然我就告诉奎勒你说了他许多坏话。这是什么书？福子，你从哪儿弄的？是杰米克写的，是关于福伯的呀。叫什么名字？福伯全书了，一定很有趣儿。嘿，看，格兰多报纸上说，图维格今天晚上就要加入恶魔党了。哦，图维格终于如愿以偿了。也许他到那儿会交许多坏蛋朋友。你们俩干什么呢？福子在给我讲杰米克写书的事儿，听起来一定很有趣儿吧？哦，谢谢乌里，我真的高兴。那是什么东西，杰米克？这个，这是我的最新发明，我把它叫做水晶石听诊器。哎呀，干什么用的？它能听出一个人的本质特征。我们在诺古波特国王的城堡找到水晶艺术后，杰米克才发明了它。这是什么？那个长红毛的家伙又来了。他们搞的什么鬼？一定秘密计划去偷我提炼黄金的秘方，我打赌。我让你体验一下我的听诊器。不会有危险吧？别担心，乌力，没危险。他怎么说？他说你很老实。不是老实，是忠实。你对朋友很忠诚。你可真行，杰米克。这是什么书，泰迪？你自己看看，屋里。我想你恐怕看不懂。我能认识字，真的，是露塔在学校教我的。这我们知道，乌里，但只是这本书是用古文写成的，我们都看不懂。只要我们能读懂，我们就会揭开水晶石的秘密了。你们这儿有趣的东西可真多呀。如果你想看看我的那些发明，就跟我上楼去。好的，我很愿意。机会来了，我得偷走这本书。嘿嘿，终于到手了。别在这儿吵吵闹闹的，我的宝贝儿，现在你说吧。据史料记载，一旦恶魔党大厅天花板上的六个窟窿镶满水晶石，黑暗就降临人间。是这样吗？没错，
你已经看到了，阳光依然普照大地。也许还得等一段时期。或许水晶石不是真的。不可能，水晶石一定是真的。土卫可不敢欺骗我们。你看见了吗？黑暗已经降临，水晶石的确是真的。也许土卫哥这小子真的没骗我们。哦，你的确发明了不少东西，杰米克。谢谢欧里。我能再看看那本水晶书吗？当然了，欧里。啊！哦，我的天哪！怎么了，杰米克？水晶书不见了，一定是被人偷走了。哎呀，这缺德事儿是谁干的呢？只有一个人，推哥，必须找回来。不必急着找回这本书，泰迪。其实，它没那么重要。哦，杰米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说的不对，这本书非常重要。也许吧。今晚图威哥一定会带着他参加恶魔党聚会。你说的有道理，格鲁比，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快点，朋友们。那好吧，可是要找回这本书只怕没那么容易。这是什么？请还给土卫哥。这主意不错，也许我们应该亲自把它还给土卫哥。对不起，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屋里，因为你太高了。哦，没关系，泰迪，我可以走着去。我们在恶魔党的巢穴见。再见。今天你怎么这么高兴，土卫哥？计划上的许多坏事你都没干呢。我根本就没打算干，我可不想在这上浪费钱财。难道你就不怕亏了发怒吗？当亏了看到我偷的东西，他可能任命我为副统帅呢。我尝尝。你不该抢他的糖，他特别硬。你说糖硬？不是他妈。我们真高兴看到土卫哥玩得这么开心。嘿，特迪，这能行吗？保证行，格鲁比。我真不愿意打扮成这副模样。好了吗，杰米克？是的，好了。那你呢，乌力？好吧，朋友们，我等你们的信号。里面没人，我们走吧。别着急，格鲁比。谁胆子这么大，敢来这儿胡闹？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帮你们干活的。干活？干什么活？当然是做饭了。这样的话，进来吧。谢谢，十分感谢。诸位安静一下，尊敬的大王要训话了。现在开始开会，首先让我们高唱恶魔歌。 We love our Marvel M-A-V-O. We love our Marvel, cause we all know the monsters and villains organization. We all get to use our wild imagination to rob and to plunder, to lie and to cheat, to do all the mean things that
where we all think are neat. There are monsters of every conceivable size, and villains who just love to put on a weird disguise. And we'd all like to give you a real big surprise. And Mavo, and Mavo, and Mavo. 在座的诸位，今天我们欢迎一名新成员正式加入我们的阵营。我指定的坏事土卫哥都干了吗？没干，我尊敬的大王。哦，我仅仅从他那里得到了这两块小宝石。两块小宝石，两块，你自己解释吧。土卫哥，大王陛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请您过目，它价值连城。价值连城，价值连城。安静，是什么东西？推哥，是这本古书，我从善良人那偷来的。这本书解释了水晶石的秘密。就要降临了，哈哈，神奇的水晶石。黑暗降临人间的预言就要实现了。为了表示对恶魔党新成员驼哥的敬意，让我们开怀畅饮吧。宴会现在开始，你们要保持干净，上次宴会弄得杯盘狼藉。仆人，快上菜！怎么这么慢？我们马上就来，先生。这是你的。这碗是你的。这碗是你的。哦嘿，怎么这么咸呢？啊！啊！嘘！啊！不好！拿回去，再换点别的来。是先生，就来先生。啊！我的天哪！啊！天哪！该给屋里发信号了。卢比在干什么？给我打信号。我得教训教训土卫哥，看他还敢把这些东西扔到吉姆克家的草坪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再给你一个。太过分了！你们出去看看，是谁在破坏我们的宴会？你们听见了，快去执行命令！是啊，去命令，快点！快点！嘿，这可真好玩啊！抓住他！这下可不好玩了。过来，谁？我。对，跟我来。是夫人。帮我上去。这不就是盐吗？我拿走了，谢谢。给我放下！快跑，吉米克！快跑，朋友们！
是仆人，你是一个善良人，你跑不了了，善良人，我要杀了你以解我心头之恨。我想他们被我们甩掉了。可是泰迪没跑出来，我们乘飞船去救他。可是杰米克，飞船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呢。是吗？天哪，他们已经追来了。快呀，杰米克，形势紧迫，快点找，快点找到飞船。嗨，恶魔们，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那个坏蛋呢？他来了，抓你来呀。找到了，科比，要是你帮我支起那台袖珍缩小机，我们就可以逃了。杰米克，你这个办法真是太妙了。亏了，你这些水晶是假的，是些盐块。变大了，差点没赶上。泰迪，我们赶快离开这儿，砍断吊桥，别让他跑了。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吗？你是想篡权是吗？哦，真冤枉，尊敬的大王。住口！你还敢抵赖？作为他的监督官，以我看，图维格做不出如此高明的计划，他太笨。谢谢罗比。那么你敢替这叛徒担保吗？当然。我会有什么损失吗？我告诉你会损失什么。你的工作，罗比，你被解雇了，把他们带走，伊斯利。如此说来，我不再为我们党卖命了。再见，朋友们。再见，乌里，谢谢你。乌里逃出来，我真高兴。还有呢，我们夺回了那本古书。快说，泰迪，书在哪里？我不知道，是杰米克拿的。在这儿呢，孩子们。我还得说，你们对这本书的评价，我深感受宠若惊。可这本书真的很重要，杰米克。我是说，你们对我写的书评价很高。你写的书？是啊。这不是那本水晶书吗？不是，是我写的书，是福伯全书。你是说图维格偷的不是那本水晶书？是啊，如果是水晶书，我一定会急死的。那水晶书在哪儿呢？当然在我的书架上了，不然它还会在哪儿呢？
let's go to far off places and search for treasures bright. Come dream with me tonight. Let's build a giant airship and sail into the sky. Let's watch the ground so far below. Let's watch the birds as they fly by. Fly so high.